哎，郭宇浩，听说你们团队获得了新生赛分区冠军，恭喜啊！谢谢啊！新生考核第一阶段终于结束了，这几天我们好好休养一番，准备第二阶段比赛。怎么了？ 想什么呢？宇浩，我在想咱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，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对。我的第二魂技虽然是千年魂技，威力很强，但对方毕竟使用的是武魂融合技啊。那时候我能感觉到你将精神探测共享集中起来了，紧接着他们的魂技就溃散了。你究竟做了什么？难道你还有别的魂技？ 天龙哥告诉我，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第一魂环有四个魂技。但是我和王东一起修炼了这么长时间，他对我十分了解。如果编造一个谎言的话，或许能蒙混过关，可是必定也会让王东心存芥蒂。怎么办呢？ 你说什么？本体武魂？我听贝师兄说过，我的灵眸属于本体武魂。传说本体武魂有很多奇妙之处。我的灵眸就是修炼紫极魔瞳后产生了变异。啊？什么变异？当我的第一魂技精神探测共享凝视一个方向的时候，就能够将精神力集中于一点，冲撞过去，从而产生一定的精神冲击。 你看你做的好事啊！居然能把辅助型魂技转化成攻击型的，虽然我也听说过一些本体武魂的传闻，但亲眼所见还是难以置信。也没那么神奇了，我的精神攻击其实很弱。蓝氏姐妹之所以中招，是因为你的千年魂技消耗了她们大量魂力，我又是偷袭，她们中招后没控制住武魂融合，遭到了反噬。 他们的武魂融合技真的挺强的，只是魂力不足。要是我们也能有武魂融合技就好了。能有这种好事？武魂融合要双方的武魂有极高的契合度才有可能出现。如果两人的武魂有很高的契合度，双方一相遇就会有所感应。咱们住在一起都3个月了，你有过和我契合的感觉吗？契合？我们可是兄弟。 怎么了？他们是姐妹，我们是兄弟，当然可以契合。其实，在我第一次受到你的精神探测共享辅助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你的气息十分亲近了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？我们试着身体接触，让魂力在对方体内流转。 看看会怎么样？那该怎么做？我们要抱在一起吗？想得美！握手，握手就可以了。什么叫想得美？两个大男人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。 这小子运气真的好，天梦哥，没想到你竟然能找到与你的气息完全契合的人。完全契合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和王东是怎么了？ 就是武魂的契合度是百分百，三武魂融合。三武魂融合？我不是只有两个武魂吗？第二武魂还没有定型，而且王东不是只有一个武魂吗？王东的武魂绝不止光明女神蝶一个，人家对你隐瞒了。而你的第二武魂虽然没有定型，但属性是冰已经确定，与他的武魂百分百契合。
至于第三武魂，就是他，在我化作智慧魂环与你融合时，闯入你精神之海的坏家伙。他具有武魂的一些特质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敢和哥抢人？手握日月，摘星辰，世间无我这般人。不过具体情况我也看不出来。我是三生武魂，斗罗大陆历史上拥有双生武魂的魂师都屈指可数，而我在机缘巧合之下居然获得了三生武魂。而王东，听你的意思说他也拥有三生武魂，这简直是奇迹。你们这样魂力相融，能将修炼速度提升数倍。集中精神，专注修炼，我来帮你。是。上课迟到了，班长，明天淘汰赛前，你们千万别再迟到了。汪东，你觉得我们能赢吗？怎么，你鼓舞潇潇的时候说话不是一套一套的吗？我心里也没底，我在想我们的武魂融合相当默契，如果能够修炼出武魂融合技，那胜算就大很多了。武魂融合技，我觉得昨晚我们的魂力融合很顺利，那要不要再试试。天梦哥说我和王东是三武魂百分百融合，这武魂融合技一定要在淘汰赛开始前训练出来。嗯，魂力融合比昨晚还要顺利，那武魂该怎么融合？我怎么知道？要不我们释放一下武魂？好。
报到了，同学们请尽快前往教室。霍雨浩，你给我起来！怎么了？别给我装糊涂，快起来！王东，你看，看什么看？这是我们武魂融合技的残留。你们两个躲在这里干什么？连续两天迟到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循环赛全胜就得意忘形了？给我一个不处分你们的理由，现在马上！我们在修炼武魂融合技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们偷偷修炼武魂融合技，居然还成功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个融合技你们起名字了吗？不如我们就叫它璀璨中的凋零，黄金之路。史莱克学院新生考核淘汰赛，一年一班霍雨浩团队对一年九班宁天团队，双方队员入场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早上又迟到了，这是发了好大火。嘘，丢人的事不要提。潇潇，不要让其他人看到我和王东。王东，我们会施展武魂融合技。哎，里面怎么了？什么也看不清啊。太太可真有洞察力，竟然通过两场比赛就能确认你用特殊的方式使出精神攻击。嗯，周老师知道我的武魂和魂技，他的理论知识又很渊博，推测出我的精神攻击应该不难。不过他说去找点资料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不如我们先在这里恢复恢复魂力好了。也是，明天还有16进8的比赛呢。
周老师。周老师，虽然我对武魂融合技有所研究，但我也是头一次见到武魂完美契合的情况，而且你们魂力融合时的修炼速度也加快了。周老师，武魂完美契合有什么好处呢？按照武魂融合技的规则，契合度越高，武魂融合技的威力也就越大。周老师，我们今天比赛时尝试使用武魂融合技，发现施展不出来，情急之下我只能用融合的魂力推动自己的魂技，发现魂技的威力增加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们可以用融合的魂力推动自己的魂技，真是奇怪，其他拥有武魂融合技的魂师只能使用融合的魂力来推动武魂融合技，但不能推动自身的其他魂技，看来这很有可能与你们武魂完美契合有关。那施展不出武魂融合技是？施展武魂融合技一般需要7天的缓冲时间，在缓冲时间内魂师一般不能再次施展武魂融合技。我们昨天才用过，怪不得。你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每天都尝试施展一下，这样就能确定你们的缓冲时间了。这个缓冲时间是固定不变的吗？当然不是，随着魂师修为提升，这个时间会逐渐减少，直到能完全应用。周老师，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随意使用武魂融合技呢？至少要施展武魂融合技的魂师修为都达到70级。不过你们的武魂可以完美契合，也许会是例外。那太好了，咱们融合的魂力名字就各取对方名字中的一个字，叫浩东之力。我们快点回去，还可以用浩东之力好好修炼一会儿。你呀，真是个修炼狂人。你们好，我是严少哲，史莱克学院第261任院长。我听说严少哲作为大陆第一学院的院长，有着与任何一个国王平起平坐的资格，而且他还是拥有稀有的光明凤凰武魂的超级斗罗，是大陆顶尖的强者。你们这届新生是近百年来天赋最好的一届，我会看完你们接下来的全部比赛，希望你们能够让我看到惊喜。好了，开始抽签吧。签位一号，戴华斌团队。是他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他。武魂融合技，好强大的魂力呀！我说你一言不发，原来憋一肚子坏在这儿等我。萧萧，帮我们争取一点时间。国之正气，地之震荡。别动、你疯了！元昊、广东，
成败在此一搏。这两个小子也有武魂融合技，璀璨中的凋零，黄金之路。武魂融合技可也有强弱之分。来不及了，第七魂技，凤凰真身。这就是超级斗罗的实力吗？这几个小鬼居然引得严院长亲自出手。见了吗？幽冥白虎都能伤到凤凰真身。严院长这是？老严呐，老严，任你奇经似鬼，也要喝老子的喜酒水。我宣布，新生考核淘汰赛的冠军就是。我们赢了。王东、潇潇、霍雨浩团队我们赢了。抓伤严院长的明明是幽冥白虎。凭什么？幽冥白虎很强，如果你们能够躲开霍雨浩、王东武魂融合技的正面攻击，胜利无疑属于你们。但你们被潇潇的魂技迟滞，绝不可能避开。而幽冥白虎之所以能抓伤我，也正是因为我先在正面承受了另一个魂技，璀璨中的凋零，黄金之路，是叫这个名字吗？挺好，胜不骄败不馁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祝贺霍雨浩团队荣获新生考核赛冠军。祝贺霍雨浩队荣获新生考核赛冠军。我们是冠军。我们是冠军。白羽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不能让他成为武魂系的核心弟子。看什么看，打赢你们我也觉得很丢脸。妈妈，我作为魂师打败代价的人了，这是一个开始。